是棒呆了。难得一次的躲避球 PK 赛，变狐三焦当然要来凑热闹。谁知德基误以为小燕来帮他加油呢，猛力放电，但实际上这场戏对德基而言是超难表现的。下一师傅嘛，我看他好帅啊，你看。对。左轮五八，就是啊，你就不要微笑。哎呀，他耍表情，他耍表情了。你不要微笑，人笑。喂，你的爱的电波，相信女主角一定会感动万分的，对不对，小燕？还 OK 啦，直播我们就有一种那种整个这样背脊凉起来，有点害怕。烂透了，烂透了。好，德基看来你的电波连同年的班长及弟兄们也都看不下去，猛攻吐槽，实在是可怜。为了大抓特抓蝙蝠三角尾班。